什么不放过我，不用讲这个话啦，该出该你，他只是想说可以出来请假出来，放风一下，透风一下，出庭作证啦。啊，至于你不放过我，你放不放过我又能怎样？我淡你啦，对不？什么放过我啊？就是开庭而已嘛。啊，开庭你要那个什么异议，要不就跟这个一样，就是不和解而已嘛。不和解也是一样啊。法官问我，请问你愿不愿意跟偷椅子和解？我说我愿意。OK， 啊，多少钱？1亿，那不是跟他一样啦、啊，同一种人吗？对不对？他可能认为这个是认为他会打进美国职棒大联盟、欸，哎，对啊。啊，偷椅子可能认为揍他几拳应该就要赔他1亿吧。所以，你法官问我，检察官问我，包含和解庭，和解庭我也有出席啊，我有派律师去啊。对方连个鸟蛋都不在啊，他们没有想和解啊，没有想和解，那我们就依法判决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没有放过我？是谁不放过谁？是不是？所以还是没有跟后事道歉。道歉应该道歉啊，打人是不对的、啊，对啊，打人是不对，使用暴力是不对的。就是我可以忍，但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，我忍得很辛苦，我其实有忍住，对不对？不然那个怎么来的？我忍住一次啊，这是做人刚好就好，不要太超过了啊。就打人这件事情，使用暴力本来就是不对的，哦，那不管对方有多欠揍，我都应该要忍住。对方真的是对，即使是很过分，我们也应该要忍住，这是我们的修养。我们做不好的，我们冲动了，这件事情我们是错的，哦。那至于我跟他的事情，什么不放过我，不要讲那种小孩子的话了，就依法来吧，对不对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。法院该判我拘役就拘役，不会因为我是谁，或者他是谁，我们就依法处理嘛。我相信司法是公正的啦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